要猜老师的话里话，我得跳着回，希望你别讲话，那话可乖乖照着填。不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发生什么事。就这一季第一首歌《一个 Pass》，好，这应该不用介绍了吧？你怎么还敢来报第二季啊？就是那就无聊啊，没办法就进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高二不是应该剃光头开始准备考大学吗？但是我就不一样，我是绑上面开始准备大学了，希望可以走过一 V， 就是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你是河北的空荡的梦想，买掏空想买藏宝图的空瓶，穿棉服是影响到了谁？他们只在乎你八点到了没？跟你说你态度不够好，是因为回家光忘了笑着回。提前数学合理化，熬夜熬到合理化，还有蔡老师的话里话，我得跳着回。希望你别讲话，那话可乖乖照着填。没针对谁，难的学校。别对号入座，这是感觉有点微妙，活得有够行尸走肉，开放式教育有点守旧，不止讨论了上课不止走动，听说着重这个学识弹性，帮我上英文脑袋有洞，少逼我听你的观念，我跟我说老师要对你的关切，别叫完了麦克风拜托别闹了，方便比你个专业一个专业，抱歉的抱歉，没时间听你们抱怨我消遣，哪个不良少年在你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时间，我正好能把个字顺过三遍。一个 pass，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发生什么事。就这一季第一首歌《一个 Pass》，我还蛮意外的，我以为至少我有两，但是就是啊，没关系啊，就其实平常喜好跟自己状态问题，那就对啊。